廿几年的族群主流化的政策推动下，合肥会奠定近年系凭借客家老年族民族自建的内地发土。另外，合川会也头一摆号召七台公共广播电台直播年族民族日内地节目，而强化了迎接百年的年族民族日。苏铁的主卡通还有对面舞超神奇，佮你客家年初民族翻船作风，从铁块到菜，迄两个族群神发相互影响，强下累积个十五记忆，还被批先提半夜初一年初民族热切发出客家向年初民族致敬的短片，感谢年初民族丰富客家文化。我们与台湾已共存了六千多年的时光。我讲下广播电台，韩国初点的阿里县原住民族广播电台，韩国中央广播电台，也着其他共享广播电台，不提半夜的向下推出原住民族日那列节目。每个电台都发挥自家特色，去请原民的故事。比如讲，建立教育广播电台，会播男性干部送以后，用心打猎的咱们等阵一列节目，扩大族群的媒体使用权以外，还讲希望消除族群感性偏。嘅传统影响，还讲讲下广播电台会分享沿袭文化跟生活嘅大小事情。佮记录多啲都广播电台表现出原住民嘅语言，佮对行业嚟讲咩难得。不过咧，其他嘅当地台啊，还有中央广播电台啊，其实系那多面向嘛哈。追求民主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一个价值的选择，而这个价值是要怎么样深化我们民主的内容。在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可以往族群主流化的这个方向一起来推动，特别是媒体。媒体是我们所有社会知识资讯的传递的一个先驱。原住民族文化基金会韩国讲，由基金会慢慢提升年二十八，全国客家语计划会推出原民跟客家的相关法通，达到族群共融的目标。So habas habas ho ee. 客家新闻，陈永尊、陈玉贤，台北报道。